Welcome to Innovation Dialogue. I'm Diana Ding. My voice. My story. My dream. Innovation Dialogue. We are encouraged by their story.亲爱的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真的是带着非常崇敬而复杂的心情呢，为大家请到的两位呢非常特别的嘉宾，他们呢就是两位日本的朋友，一位呢是渡边义志，另外一位呢是横井亮子。他们在他们的43、44岁的时候，也就是1991年呢，开始了一件呢漫长的旅程，一件呢非常了不起，影响了他们自己的一生，也影响了很多人的。 一件事情，那么他们的父亲呢，都分别参加了二战，参与侵略中国，包括呢给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提供后援，那么在伪满洲国呢，作为这个日本的兵啊，那么他们的父亲参与了这些事情之后呢，这些影响带给他们的家庭，那么这两个人呢，决定出来呢揭露这些事实，让日本人和全世界更多的人知道，那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日本的这些那个时候对中国人民。 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把它编成话剧，他们既是导演，又是编剧，又是演员，又是所有的一切。那么在这漫长的这个2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可以说呢，经历了很多。今天呢，他们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是因为呢，在旧金山湾区抗日史实维护会邀请他们，把他们这出话剧呢带到了旧金山湾区，让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去到剧场来观看，有两个日本朋友。 所呈现的中国慰安妇的实际的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呢，在湾区的科技界的李文忠先生来做今天的这个日语的翻译。因为呢，很有趣的是，他们两个人呢，这个我们当中文没办法交流，英文也没办法交流，但是呢，这不会阻碍我们大家一起用心来交流。1991年啊，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让你决定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呢？その8年ほど前に母親が突然首を吊って自殺をしたんですね。8年以前、我的母亲、要上吊了以后就牺牲了。その1年前に父親が癌で亡くなったんです。那1年以前呢，我父亲是因为癌症而离世。 それが一番大きなきっかけだ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我相信那个时候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理由。実は僕の父親は1934年に自ら志願をして軍人になって旧満州で軍人をやっていたんです。因为我的父亲是1934年自愿加入日本的皇军以后。 到满洲国去，作为一个日本的军人，在那里从事他的业务跟事务。そして旧満州でですね、いわゆる日本に抵抗する中国人を捕まえて取り調べをして、挙句には殺すということに直接。所以他的业务内容主要是因为在这个伪满的地方，有很多这个抵抗日本人的啊这些。 就是伪满的人，中国人把他们抓起来以后，如果他们有罪的话，他基本上就把他们杀了。しかももう一つは、日本が戦争敗戦する時に、いち早くですね、当時たくさんの日本人が旧満州で暮らしてましたけれども、そういう民間の日本人を捨てて、関東軍の 将校と家族だけ、その中に僕の家族もいたわけですが、夜の闇に紛れて密かに自分たちだけ列車に乗って日本に一早く逃げて帰ってきたんです。在这个1945年，也就是战争快结束的以前，因为他父亲是这个军队里的军官，所以嘛，当时是因为军官都知道我们这个仗是打不下去了，一定是败了，所以这些所有特军分子的军官跟他们的家属的人们。 夜里就乘着火车就大家都回到了日本来，但是把许多拘留在当地的日本人都放在那里以后，他们就先撤退了。
それで日本に帰ってき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あの戦後あの GHQ っていうアメリカの占領軍ですね、あのマッカーサーの下でアメリカに一時ね、あの占領されて日本が、その時にあの裁判で僕の父親は C 級戦犯として、あのまあ、あの戦犯にも A 級 B 級 C 級っていう、で C 級っていうのはまあ一番下 の, あのク ラ, クラスで、その戦犯として戦争犯罪人になっているんです。で我的父亲は虽然平平安地回到了日本，但是这个事情没那么解决。当时因为麦克瑟将军，统帅的这个整个日本，他叫做 GHQ， 他叫 General Headquarter， 是他是最高的权威来统治日本。当时他们就有一个叫做战后的这个远东的一个裁判，在那个时候他的父亲是因为他是非 A 级、B 级、三级等级来处分这些人，他的父亲是 C 级的，也就是最低的军官的里面的一批人，被审判完了以后，也就面对了一个审判以后，然后他就开始就回到了民间。三级战犯算是？三级战犯，对，我们叫 C 级战犯，对。C 级战犯，嗯。どうぞ。それでそんな父親がですね、戦後あの夜中にうなされて急に飛び起きたり、あのまあね急に悲鳴を上げたりですね。する父親の姿を僕は小さい頃からずっと見てきました。因为我们很小的就开始看到我们自己家里父亲在夜里面突然自己就惊醒过来以后，那么他会声音会讲得很大以后，那么全家人也就醒了以后，也遭遇过这种的这种事实啊，那他就觉得那个时候虽然他很小，但是也觉得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他那时候也没搞清楚。嗯，それから。あの暴力を振る父親でね、母親を殴ったり蹴ったり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がもう始終あって、母親はいつもあの暴力を受け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母親から聞いた話だと、あの中国にいる時にでもあのいわゆるクーリーと言われますけれどもね、使用人としての中国の方を殴ったり蹴ったりするというような暴力を父があの戦争時代も振るっ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をあの母から聞い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が、他在家里不只是做噩梦，除了这个以外呢，他在家里有这个暴力的行为，常常对自己的母亲用这个力量来暴力，也是用这个暴力。他的母亲也曾经跟他说过，当他在中国的时候，他在用中国的苦力的时候，也是用这种的暴力。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直。跟着他回到日本以后，这个东西也就在他的 家庭里面也就发生了，带来了很多的不幸。それからもう一つはね、あのタンスの中にね、軍刀があのいつもしまってあ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あのその軍刀を時々父親が部屋で一人になって正座をして抜いては、こうやってあのなんていうんでしょうか、あの錆落としをしている姿を見たんですけどね。我也看过我的父亲最宝贵的就是他有个日本的军刀。他放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衣柜里面，他有的是一个人，他就拿出来了以后，他就摩擦就擦这个军刀以后，把上面所生的锈一点一点把它拿下来。そんな、つまり考えてみれば、今から思えば、その軍刀には中国人の方のあの血がこびりついていたあの軍刀だったんですけど。我现在想起来的话，那个军刀上面不晓得有多少中国人的血在上面。那时候我不了解，但是我现在就可以了解这个事情了。そんな軍刀がしまってあるタンスの下でいつも僕たちは戦後寝ていたんですね。战后我们在家里，这个衣柜就在我们这个榻榻米房间的旁边，那我就在那个衣柜的那个刀的旁边，我就每天就在那里睡觉，起来睡觉，我们生活就在那个地方生活。ですからいつもあの僕らの生活は。父親の不機嫌なあの、表情と、それから暴力、悲しみ、そういうものに覆われて、あのとてもまあいわばあの暗い、生活を送っていて、いつの間にか僕の心の中に僕たち家族は大きなやっぱり罪を抱えているっていうふうに
あの漠然と思うようになって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我的父亲虽然平平安的回到了日本，经过了裁判以后，经过裁判以后呢，回到家以后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不幸，就是日夜都有这个东西。第一个就有暴力，还有我们的悲伤，因为我们家里从来就没有圆满过，嘛，而且觉得我们家里非常黑暗。经过了这种生活以后，我自己体会到，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事情，可能是一个有一种罪恶，或者有一些我们控制不了的东西在我们的后面。这个是我那个时候所想到的。だからいつかどっかでその罪とあの自分が向き合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という日が来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そういうまああのまあその頃は不安や怯えや恐れの気持ちがあったんです。所以我那个时候嘛，就感觉到了这个罪恶如果存在的话，我不可能逃避这个罪恶，我是一定要面对这个罪恶以后，我们才能将来把这个事情弄得清楚。そんな中で、あの母親が父親が死んで一年後に突然首を吊って自殺。就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的母亲是在我父亲离世以后的一年多，他就自己上吊以后就离开了这个世界。それがきっかけで、あのそれまではどちらかというとあの不安に思っていたんだけれども、やっぱり母親の死をきっかけにきちっとやっぱり父親たちがあの起こした戦争の加害の罪というものとやっぱりきちっと向き合おうというふうにあの自分で思ったんです。这个就是我1991年要想从事这个事业的最根本基本上的一个原因。因为我原来是有也在这个充满了暴力的家庭有很多的不安，那么这个不安呢，我就想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事情能够真正的了解，把这个罪恶怎么样的去掉，一之后我就达就看到了我们可能将来要面对这个事实。那么我们当然在这个情况下的我的上一辈的人是加害者，那么我们这一辈子呢就变成怎么样一个情况呢？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自己开始思考了。刚才呢，听到渡边先生讲到他的自己家庭的情况啊，那个时候就是说他家里这样的一个情形之后，他要怎么去面对这个罪恶？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去思考，因为很多日本人，我相信都有这样的经历，都有这样的记忆，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愿意。我觉得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觉得他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么横井女士也是一样，那么当就是也有同样有这种战争的这样的一个记忆啊，但是当你们最后走到一起的时候，你以前的家庭是怎么样的？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下你家里的故事？私は渡辺さんのうちのようなあの軍人の家族では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れど。我的家里也不是一个像他一个军人的家里，就是说出去打仗的军人。小さい時に母やあの姉さん年の離れた姉さんがあの父親が近くの、 あの市長隊市長連隊と商いしてたっていうことをとてもあの誇らしげに話をして。在我小的时候，我的母亲跟我的大姐姐比我大很多岁，他们常常对父亲的职业就觉得有一种敬佩或者一种傲气。我的父亲主要并不是一个军人，他是给军队做后勤的一个部队里面，那么他是主要是提供这些需要的军事的物质方面，他们来提供给这个日本的陆军使用。でもその意味についてご幼少人っていう言い方をあの日本ではするんですけど。在日本来讲，他叫做御用商人，也就是商人，但是他是给这个 civilian， 但是他是给军队来做服务的。あんまり全くこう考えないでそのまんまあの大きくなって、それで演劇を始めて渡辺さんと結婚してから。但是我从小嘛，在这种环境，母亲跟姐姐的环境长大，这样的一个父亲。我就不知觉的，我就这么长大。长大了以后，我后来跟杜比先生结了婚以后，我们开始，那么进入这个世界以后，我们才发现哦，原来在过去，
虽然我父亲不是军人在打仗，可是他把了许多的物资提供给日本的陆军，那么就间接的等于也是帮了日本人做了这个战争的一个罪恶，这样，所以他就开始慢慢自己也有这个感觉了。嗯，对。那么两个人呢，其实都跟这个那时候可以看到，就是他们讲的话，你可以感觉到那个时候在日本可以说是全民皆兵。你想，商人在给军队服务，然后呢，这个壮丁呢都抓去到中国去侵略打仗了，可以感觉到全民皆兵在日本是这样一个情况，是吧？对，横井女士和渡边先生，你们当初是怎么接触到这样一个剧，然后怎么开始要把它做话剧的形式来表现呢？やっぱりその犯した罪を償うという償うことなんかとてもできませんけれども、少なくとも生涯をかけてその罪と向き合ってその十字架をやっぱり背負い続けて生きていくことこそが中国や韓国やアジアで殺され傷つけられた方々の無念の思いに対してね、やっぱりお詫びをし続けていくような、生き方をすること、そのことは自分の父がのもう多分死んでも今も幸せになれないままどっかをさまよっ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うんですが、そういう父と母が安らかに眠るためにも、やっぱり中国をはじめとするアジアの人々の戦争の犠牲者の方々に対してやっぱり本当にごめんなさいという気持ちを持ってそのことを告白し続けていくことが、僕に与えられた生き方な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やっています。我们决定做这个也就是演这个戏哈，来做这个事业的时候，我们最大的这个动机，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日本人在过去所犯下的很浩大的罪恶，对这个罪恶的补偿，我们总觉得有一些缺人家的东西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我们的想法。那么这个呢，就是等于我们换句话就是说，等于我们背了一个十字架，在这个东西很重啊，背了一个十字架。那么这个十字架嘛，永远是很难把它补偿完备的，或者把它澄清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做下去。尤其是想到自己的父亲，虽然已经不在世了，他的灵魂可能还在不同的地方在怎么说呢？三八忧郁就是徘徊，徘徊。对，那么他就定不下来。那母亲也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事情也做好了以后，希望我们的父亲的灵魂也能安定下来，母亲也能安安心心的在不同的世界里面能够过他们的日子。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责任不只是在中国，在整个亚洲这个地区，在过去日本人所犯的这些错误，我们想把这个东西纠正过来以后，当然所谓的闪还是不太可能闪还，因为这个罪我们觉得太大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把这一部分表现在我们的戏剧里面。嗯，其实他们所做的事情呢，也跟这边的抗日史实维护会的他们所做的事情的这目的是一样的，也是要让全世界知道，能够激起教训啊。那么他们跟抗日史实维护会是怎么样一个关系？这次是因为抗日史实维护会邀请他们来到湾区表演三场这个话剧啊，他们这渊源好像是从14年前开始的，可不可以请他们介绍一下？年はちょっと忘れたんですけれども、1998年か九。そうそう。98年か99年日本で人権フォーラムという何フォーラム人権フォーラムじゃない人権フォーラム平和に日本の戦争責任に対する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そうそうそう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うんうん、戦争責任他说在1998年可以说是我们是第一次有一个接触那个在什么一个场合呢就是在日本的这个一个国际会议的场合这个国际会议是讲日本这个战争的责任的问题的一个国际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面1998年我们好像跟他们开始有接触了その時に四国会の会長さんやメンバーの方たちが日本にいらしてその時私たちキャシーさんの初めね
講演をしてました。その時講演してました、はい、再会という再会、はい、再会で中国残留婦人の方をテーマにしたお芝居なんです、ね、那个国际会议来参加的话，那个是吕金林先生，那个吕先生也来了，那么带着他们的会长也来了以后呢，当时参加了这个国际会，在那里他们就大家都接触了。那个时候他们也有一个，也有一个那个戏，那个过去叫做再会，啊，那么这么再会，那个时候他们也演给他们看，那个时候，嗯，たまたま見てくださって。那么他们看了以后就很有一个很好的印象。嗯嗯，是非ということで。然后1989年就这一瞬间以后，他们就说能不能请你们到美国来？那我们就开始，我们因为我们的思路就比较相近。その時にキャシー・ツァンさんと初めてお目にかかることができて。那个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吕建林女士。嗯。キャシーさんがいつも僕たちのことを心に留めてくださってね。那么吕建林女士嘛，就把我们当成一个很要好的对象，以后我们大家以后就开始做了很多的合作的项目。嗯，それで2001年にこの再会っていうお芝居を、サンフランシスコ、サンホセ、ロサンゼルス、トロント、ニューヨーク、ニュージャージー、コネチカット。それで、いや、講演をしたんです。是，当时我们在日本演给他看那个再会那个剧，他们觉得很好。那么他就请我们到美国来，我们就到了美国的旧金山，然后San Jose，还有洛杉矶，啊，还有 Toronto，还到纽约，啊，还有到了 Connecticut， 这几个地方，我们都每一个地方都停下来以后，都做了这个再会，这个演戏的内容。それはみんな各地のね、こう西。戦争支持追悼会の皆さんが準備をしてくださってね。那么他这个每一个当地的那个抗日思维会的分会在当地，他们来组织以后，我们就在那里做得非常成功，告诉了很多人有关日本的这个过去所犯下的这些错误跟罪恶。我刚刚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他们两人在讲去了哪些地方的时候啊，两个人几乎是。一个频率，一个速度，然后一个一个顺序这样讲起来的，所以我会看到他们俩有多么默契。可能也是因为这种共同的记忆，然后共同的勇气，然后共同的这种使命感、责任感，让他们呢，让这件事可以持续做了这么久的时间。对，那好，我们呢，刚才呢，这个两位啊，一个是日本的渡边义志，另外一个呢是横井亮子。那么呢，刚才由他们的口呢亲自讲述他们的家庭的故事，他们的父辈和他们自己呢所肩负的这种责任和勇气，去面对这个罪恶。那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会回来之后呢，继续来给大家讲述这两个日本朋友的故事。他们演了这个话剧之后，揭露这个日本的侵略对亚洲人民犯下的罪恶之后呢，其实呢，他们呢也经历了自己人生中的许多的险境和困苦。我们稍后马上回来。很典型的日，就是一般的日本人，可是就是他们跟一般日本人又不同的地方，就是说他们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很多他的父亲就说，当年在满洲，在中国的满洲是当过，他是自己就是去参军，然后当了满洲的一个军官，然后就是犯了很多，就是也杀过中国的那种爱国分子啊什么的，所以他手上是他的父亲手上是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的。可是像这种情形也很多发生在很多的家庭，日本的家庭，可是唯有我知道，只有他们就是把这件事会这么样的，就觉得父亲所犯的这些罪，他们觉得这个有那个必要，就是要有个偿，就是要那个赎罪的这种心情。我的被害者の方だって分かった時に、それこそお芝居やってそこまで行って私たちをこうお前たちがお前たちがって
あのやりたかったのを必死にこらえていた声だ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ね、あのタンスの中にね、軍刀がいつもしまってあ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軍刀を時々父親が部屋で一人になって正座をして抜いては、こうやってなんていうんでしょうか、錆落としをしている姿を見たんですけどね。我也看过我的父亲最宝贵的就是他有个日本的军刀，他放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衣柜里面，他有的是一个人，他就拿出来了以后，他就摩擦就擦这个军刀以后，把上面所生的锈一点一点把它拿下来。我们身处在硅谷，这是世界的创新之都。到底什么是创新呢？未知的一个追求，一个想法，你要有梦想，开放和包容，人的一个 nature， 就是他生活中需要的东西做出来。它也许呢是一个产品，也许呢是一个文化，也许是一个做事方式，也许呢是一种思想。它可以是任何的东西，就是打破你旧有的思维和传统的限制。这是一档名为《硅谷看世界》的网络电视节目。它创办于2009年，以访谈的形式讲述美国硅谷地区成功华人的打拼经历，在短短的3年间就播出了2000期，点击量超过1000万。亲爱的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硅谷看世界节目。今天要讲这个话题呢叫做云端生活机遇。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呢是在全球打造中国软件品牌。创新呢就像野草，野草疯长，真正具有自己的生命力。我的志愿就是想能够替国家的这个科技事业能够有所帮助。做生意都是应该说是有特性，对，你要跟大家都做的一样就没有特性。对，人得对，对吧？然后这个市场动就对，然后你有没有创新？我原来一个资料在一个 PC 上，那我现在能不用 PC 去存，那资料放在哪里？就在云端。一个法国人他讲的就比较浪漫一些，你们的产品，让我恢复了对人性的信心。We are sharing something valuable, something good, with mainstream America. 硅谷看世界的就是立足硅谷，放眼世界，同时呢也向世界各地的人学习。在硅谷这个地方就是东西文化交界的一个地方，而我们就像一个桥梁一样。